今天是12月24日，奇緣駕駛每日策略題目是守好倉，用不必輸的打和策略。周一港股假期， A 股繼續開但跌， A 股跌至2923點，也是近期的新低，全國家隊準備入場，不知是行動還是口述。假期與內地金融界朋友交流，得出的主因是心態情緒不樂觀，外圍也是偏淡，恆指本月低是17094點，估計要穿，大家要提防。不知好倉準備守，用不必輸的打和策略。還有四個交易日就結算，削倉即使半熟有多也不必平，本月食全熟，除非用於開新倉。